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强烈的主宰，我的存在，爱情的存在，快乐的存在，国家的存在，那你会很痛苦的。每个人都觉得我的宗教是最好的，这个宗教就像一帖药，这个药只是要肚子不痛就好了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所谓的这个名字。但是没人人大家都贴标签，我是华人，你是马来人，你是印度人，你是印度教啊，你是佛教，你是道教，每个人都不一样了。但是各位，凡是万事万物，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因缘所生，暂时虚幻的空的存在，没有一个不变的，没有一个你在被伤害，没有一个他在伤害你或爱你。那你要去体悟这个万法都是无自性空的，因为因缘业报暂时存在，那你这样内心就平静，这个叫正念。除了了解这个真相，但是要对众生慈悲，而升起了四无量心的正念。念一下：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你希望所有众生都快乐，所有众生都离苦，没有分别的去爱护所有众生，那你才可以保持最后的，念一下：正确的禅定。这个正定的意思呢，就是安住在空性，安住在菩提心，不退转。所以你的念头那么已经不起心动念，只有对众生永恒的悲心跟爱。好，那我现在简单的讲解一下，我们今天八关斋戒就是要保持这样的生活。所以在身体上八条戒律，第一条不杀生，第二条不偷盗，第三条身体不淫欲，第四条今天嘴巴不要去骂人骗人不妄语，第五条今天要维持你的佛性智慧，不要去喝酒。所以第六条今天不贪这个身体的漂亮，擦香水戴耳环穿漂亮的，今天身体保持一个朴素，也不要洗香皂没法意都不要，也不要穿动物皮毛的，这是不慈悲的，不慈悲的啊！现在的人类，哎呀，把动物杀掉，用皮来做鞋子，来做衣服，哦，好像比较保暖安全，但是可怜的那一只动物被扒皮了。为了天气呢，我要带一个毛巾，毛的围巾，那这样就活活的把这些兔子的毛、狐狸的毛，甚至我冬天到了，我要盖羽绒被啊，这些小鸭、小鹅的毛越细的越贵，越保暖越轻，但是这是非常自私的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，把自己嘴巴的欲望建立在那些鱼啊、鸡、鸭、猪的痛苦上面。那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道理，你了解他，你了解了众生互相依靠的，你伤害他就是伤害自己。所以今天也不要睡夫妻大床，不享受这个身体的感受。平常我们喜欢躺大沙发、皮沙发、哦、弹簧床、水床，什么床都有。那今天各位最好睡一个睡地板、睡单人床。硬硬的纸板，而且你不要说老公你没回来睡觉我睡不着，自己睡就好了，但是你好像也要抓住一个依赖，我家呢，我家有人呢，我要看到我的家人，看不到我的老公太太，看不到我的儿子孙子，我很难过，睡不着，他回来了你才安，你才会心里平静。但是外面很多流浪狗，还跟我没关系，不要理他。所以那这种心态你了解是自私的，是错的了。所以今天不睡卧高广大床，今天不唱歌跳舞听音乐，享受眼睛的、耳朵的、鼻子的、嘴巴的任何欲望。所以佛陀说欲望
特别是男女的情欲是生死轮回痛苦的根源，就从这边来了，贪。所以除了不伤害众生，我们今天不贪欲。第八条，过午不食，嘴巴吃，中午吃完，晚上不要吃。你会发觉这样就什么高血压、三高都没有了，好睡觉，欲望没有了，不容易生病。所以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啊，哇，就吃的特别多啊，山珍海味，大家这边享受啊，啊，所以爸爸带着小孩，昨天我一来刚好五六点，他们在路边排起桌子，全家在这边夹螃蟹、夹龙虾，倒过来好了，让螃蟹、龙虾来夹你儿子好了，啊，来吃你的腿，所以。现在想想不应该这么做了，所以各位呢，学诸佛菩萨，过午不食，中午吃完，晚上肚子很饿不要吃，保持清净的心态，喝喝开水，一直到明天上午啊，自然亮了，就舍戒了，24小时八关斋戒圆满了。先培养这种习惯，怎么样得到八关斋戒的功德呢？就这三条。以身业起则无秽恶，今天身体刚讲过了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爱染，而且今天身体拿来拜佛打坐做义工等等。口业起则无诸过失，今天不骗人骂人说是非，今天我们要诵地藏经念佛持咒。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，那这是重点了，心态没有烦恼，有烦恼，烦恼是什么？贪心是烦恼，爱生气是烦恼，愚痴邪见不信因果是烦恼，骄傲自以为漂亮，自以为比别人好是烦恼，怀疑佛法乃至嫉妒别人是烦恼。所以各位你要知道，烦恼是你的敌人，你内心里面有烦恼，那这个心态你就会引导你的身体去造业了，杀生偷盗邪淫，然后你就会让你的嘴巴去骗人骂人说是非了，你的内心里面啊，又开始我要赚钱，我要贪啊，伤害人，我要伤害他，乃至不相信因果的贪嗔痴。所以你内心只要有烦恼，你就会造业，你造业你就会轮回痛苦。那各位今天内心不要起贪嗔痴、傲慢、嫉妒、怀疑，身口意守戒律，你就种下解脱轮回。所以佛陀说，一日一夜守八关斋戒啊，二十小节不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，至少七世升天，七世做富贵人，一日一夜守八关斋戒。如果你能够为了解脱守八关斋戒，加三倍。六十小劫的富贵，如果你是念下发菩提心为众生守八关斋戒，200万劫，没办法算的，200万劫，一劫几十亿年呢，200万劫不堕落三恶道，富贵自在。所以八关斋戒功德不可思议，但是最主要是这个动机呀，你的动机是希望消业障、消病苦、发财，来世更好，那你一定要持戒八关斋戒加上布施，那以这个做基本，各位应该追求解脱六道轮回，像阿罗汉的心，那光自己解脱还不慈悲啊，更要发起以相信因果解脱的心为基本的这种念一下大悲心、大菩提心啊，大悲心就是为了帮助众生，那为了就在帮助众生的同时，最好赶快自己成佛，因为成佛才可以就近帮助众生，负起所有众生的生命生死轮回的责任，而发菩提心。但是发菩提心千万不要舍弃帮助众生的行为，所以在努力的帮助众生的过程里面，那所有的功德回向无上菩提。
那如果你发这种心呢，那两百万劫，而且呢，念一下上品往生极乐世界。对，你以正常的解脱受八关斋戒一日一夜，中品终身西方极乐世界。你以这种啊为众生，你就可以有上品往生。所以这个上品不是为自己，来，当愿往生父母、七世父母、历代祖先、冤亲债主、所有往生牌位、所有三恶道众生、永离三途、同生净土。那你用地藏王菩萨的愿来受八关斋戒，那功德更大。所以各位呢，内心里面除了没有自私的贪嗔痴烦恼，内心里面升起这个深信因果、出离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，这样来受八关斋戒。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，内以六念尽其自意。平常各位就贪嗔痴分别心睡觉，但是现在不行啊，今天二十四个钟头，第一个保持念佛，所有的佛大慈大悲为我们而成佛啊，用各种不一样的善巧方便净土来度我们啊，太慈悲了，三十五佛、八十八佛、千佛、药师佛、不动佛，各位都认识了，太慈悲了，他们都是为众生成佛的，要引导众生离苦的。第二，念法，那每一个佛告诉我们离苦得乐、解脱、成佛的方法，所以那大乘佛教的法就是大慈大悲帮助众生的方法，那这就是佛成佛的方法，三世佛母。第三，念身，那很多修行人按照佛陀的慈悲与智慧在帮助众生出家生起祖师大德、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早就成佛了，但是他们视现成生起菩萨出家在家，在引导众生，所以念身人天福田。那各位要保持正念啊，念佛、念法、念身，不要烦恼。今天你会烦恼就是你不相信三宝的力量，你妈妈在生病，不要烦恼，赶快念药师经、药师佛，按照药师经去替妈妈放生、点灯、受八关斋戒，妈妈会不会好起来？这个叫念佛，因为你要知道佛法。哦，今天你心情不好，不要烦恼，老公没回家，赶快念大悲咒，念阿弥陀佛咪吽，安顿你的心，回向给老公，而不要在那边起心动念。所以那各位呢，佛法要相信我们啊，要告诉我们你要相信三宝的力量不可思议，所以与三宝的力量再加上自己的信心，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是信心啊，所以以持戒做基本而升起了对三宝的信心，那你就可以帮助自己，更可以帮助众生。第四，念天，如果我们按照八关斋戒这样的皈依三宝在修行啊，来世至少升天呢，现世也享受天人的福报啊，升天的快乐。但是我们大乘佛教希望大家不要为了享受福报而升天，那福报享受完就会轮回了。我们呢是希望圆满菩提心，你以这个菩提心升天，你就会往生兜率内院亲近弥勒菩萨，乃至以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十方净土，这个叫来世的长寿安乐。第五，念戒，那时时刻刻要意念自己守的五戒、十善戒、八关斋戒、菩萨戒，让我们的身口意保持在不伤害众生清净的，保持在慈悲的状态。第六，念布施，那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众生，回向给众生。报纸有写，这两天我们新山有一点污染，有些人生病了，来法会功德，净化污染，恢复健康，
昨天来在旁边路边，我以为他们在做烟供，喷喷喷喷喷，烟那么大，我问他干嘛，师父在杀蚊子了。我想说新山可以做这么大的烟供啊，所以那各位你要把它回向啊，希望这个烟变成烟供，好不好啊？蚊子吃饱了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有众生被伤害。不过话讲回来，会被蚊子叮有传染病的，过去专门在杀蚊子的啦。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啊。不好听的就是说，今天你会中毒，因为过去你放了毒，不然你怎么会中毒呢？啊，今天你车祸，因为你过去造了一个车祸的因，然后开车为缘，透过这个因缘，所以你碰到车祸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忏悔，自己保持一个缘心态的正确，就不太容易了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下面叫做改，戒就是不好的心或者行为不让它发生啊，只有想到好的。所以我想各位来说八关斋戒就这个意思，清净啊，充满了大悲心，祈愿众生，祈愿世界啊都越来越美好。我们要成为一种这种乐观的啊，却无所求的人。今天你有所求哦，我要钱，我要名啊、我要爱情，哎呀，你就很痛苦，像恶鬼道一样啊。我们不但无所求啊，充满了我们愿大家都快乐，早上睡醒都开悟啊，晚上睡觉都入涅槃啊，往生净土，穿衣服都是忍辱庄严啊，讲话都是咒语这样啊，所以要不断的一直这样想那。卖好自己的心去想着歹啊，不是无歹的。这个世间一切拢本体拢是清净，只是你个看作歹啊呢，所以你就会很烦恼，很生气啊呢，啊，那你就不好了啊，那安呢那安呢啊，那各位不能这样想啊，一切的因缘都是个助缘。我们站在菩萨说哦，如何改善对方可以，但不是生气也不是急躁啊。既然办道场啊，大家在修行啊，如何越办越好啊，如何越就往这样做老师的、啊、做引导者也有这个责任，但是内心里面是平静的啊，你越平静就越圆满。所以这种心态各位要去体悟那种自性清净的快乐，那种光明佛性展现的这种力量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到
忘了时间空间，你只想着众生苦，哦，阿弥陀佛来帮助，阿弥陀佛来帮助一切，阿弥陀佛，你会超越一切，这个才叫念佛。我们不能把念佛一直说一直在算算阿弥陀佛，我给他两跪下，因为忘了利益众生啊。一开始一个规定，这个规定离缘起生，他是怕你不认真，就是这样啊。如果你很认真，哎呀，你念一分钟都功德很大的啊。所以各位要养成那种无造作、无念而念、无修而修啊，但是自信流露。大家阿弥陀佛。很难得有这么多菩萨以受报关斋戒的持戒的功德一起来读诵地藏经。地藏经对我们华人可以说是一部最有福报的经典，因为里面特别讲的是基本的孝顺的精神，由孝顺而提升为为众生成佛的大悲大愿的精神。就像各位读地藏经一开始，地藏菩萨过去做长者子，看到了一个庄严的佛，相好庄严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的相在所有菩萨相里面，也可以说是庄严第一。而且读地藏经的人，28种利益里面，也说了女宝第一，就算你投胎做女人，也是最庄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的愿最大啊，要帮助所有六道众生皆离苦得乐，最后成佛。甚至各位读地藏经，两个国王看到老百姓在造恶业，一个国王发愿先成佛，叫一切自如来度众生，那另外一个发愿他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，他乃成佛。这种最伟大的愿力，所以我想从地藏经它是教我们如何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要追求佛陀的相好庄严，特别受报关斋戒，大家又不能去享受看电视吃晚餐，但是呢还是一心一意的希望能够广修功德，而且引导我们回向给
所有众生。所以我去那边看牌位写了很多，那所有的牌位都是我们关心的，不是光我们自己的，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。我们回向了也不是光回向给自己的妈妈或往生者，而是因为自己有妈妈，所以回向给所有老人健康；因为自己有往生者，所以我们回向给所有往生者都能够脱离三恶道，往生净土。但是从这里面，《地藏经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真理，那就是原来生命有轮回，而且这个生命的轮回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就像地藏王菩萨的妈妈，在后面各位念到了，他的母亲不信三宝，不供养出家人，甚至毁谤出家人，将下地狱了。另外一个母亲也是如此，甚至喜欢杀生，吃卵，吃鱼卵，这样堕落受苦了。所以《地藏经》告诉我们这个真相，特别第四品业报差别，业感，造什么业就感召什么果报，这里面给我们写得非常的清楚。不孝父母，杀害生命，甚至毁谤三宝，甚至伤害出家人，会如何会如何。这个是佛陀要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，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因果业报，反而在制造痛苦。所以进一步由对自己父母的孝顺，但是父母在世又不信因果，毁谤三宝，杀生，但是也告诉我们学地藏王菩萨如何帮助父母超度的方法，替他供养三宝，替他帮助友情，替他送地藏经，所以写了地藏经的功德利益。当然由这样最基本的发展成为为自己的母亲发愿，广度所有众生而成佛的地藏本愿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，是佛陀所要讲的。所以佛陀在天上讲了这部《地藏经》，那目的呢，也要告诉所有的天人，包括佛陀的妈妈，虽然善有善报，现在升天了，但是毕竟那个只是短暂的快乐，不是究竟的快乐啊！因为世间的金钱、世间的福报、世间的地位，等你享受完了，就像你现在很健康，健康享受完了就是老，就是病；财富享受完了，那就是贫穷痛苦；爱情享受完了，最后呢，孤独没有依靠。就像现在很多人老了嘛，儿女在外面赚钱，送他去老人院，然后老伴呢死掉了，剩下他一个人，他就要开始面对这个生命最后的老、病、孤独，甚至又担心自己死了以后，又不没办法面对，啊，也不知道死了去哪里。但是你读完《地藏经》，你都知道善恶业报轮回的道理，甚至也学会超度父母，进一步超度众生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在读地藏经的时候，就有无量无边的我们招请来的关心的回向的这些地狱道、恶鬼道，甚至地藏经里面说的一个临命中的人，乃至一个众生听闻到地藏经，乃至所有的佛号、菩萨的名字，乃至经典的一个句，他就可以脱离地狱鬼道、畜生道，让所有痛苦的众生都离苦。所以刚刚我在后面啊，有一只母猫、野猫生了五只小猫啊，那我在那边观察它，哎呦，那个猫妈妈真伟大，它那个舌头就
整天都在填那五只小猫啊，就希望他们干净一点，他自己瘦巴巴的，瘦巴巴的。